分支语句的句法为 switch 括号变量，在大括号里对于变量的每种状态罗列在 case 单词之后的一个个 label 里，变量的值与 case 之后的哪个 label 状态吻合，哪个 case 之后 break 之前的程序段将被执行。举例来说，有屏幕所示的一个分支语句，其中的变量 x 如果等于0， convert 函数被执行，如果 x 等于1，reverse 函数执行，又如果 x 等于 2， running 函数执行，如果 x 是0、1、2之外的其他数值，则分支语句进入 default 段执行 repeat 函数。